往年日就是，耶稣讲真系哩，即卖大家嘛够早，而且去互咱三甲组来看，三日记上卷十七章四十八节，腓力斯人起身对着大卫前来，大卫赶紧按着腓力斯人去，往战场走去。当时的大卫还阁是一个孤样的囡仔，听到大汉人对着伊来，应当是紧走离开大汉人，但是大卫却对着大人来走往战场。一心来想着的，我的确要去面对。代表所有表的耶稣基督，不但得胜，并且得胜有存。咱靠着听咱的主，嘛会当过着得胜有存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咱将会发现，原来，互咱本来咧想讲足惊的代志，一旦咱来去面对伊的时阵，咱看起竟然唔是遐尼啊困难。人活着就有希望，肯是会当期待。要参像种树的人，伊所种的就是希望。当咱一开始咧学鲁冰的时阵，买一个冰岛的鞋，事实上讲，这个人买的嘛是一个希望。伊面对的一道墙，一个阻碍的时阵，伊拢无愿意为着家己来找借口，只为家己找方法、找坚持、找到成功的方法。所以，成功的人只不过是有无平凡的决心罢了。一点钟的时间，比规天坐伫迄个所在想搁较好。困难是人生的大困难，赢过伊，你便伫人生的道路中间会当跨出搁较大的一步。胜过伊，无等于你会当摆脱掉伊。反而等早晚你会去拄着伊，伊会成做你的阻碍，甚至来断送了你的前程。生活中间有真济的事物是咱无法度去改变的，因也袂因为。你来欢喜来出现，也未因为你哀哭来消失。咱拢惊吓挫折，但是什么人的人生中间无有挫折呢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勇敢，咱去面对伊的时阵，天就光了，春天就来了。所以，就让咱学习着大笔的心智，走往大汉人去吧。咱来祈祷，天父，我恳求你，让阮依靠着你。面对着人生中间的逆境，知影伊你的确无有难成的事，祝愿惊吓，信心无够，恳求你保佑，愿上帝灵看顾施恩新的一日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施恩祝福你甲你的一家。